你好，我是陈瑜慧。你被怀疑涉及一宗谋杀案。在我问你一系列的问题以前，我要提醒你，你有权利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将成为全堂证据，明白吗？照片里的这个人，你认识吗？他叫秦志成，你认识他吗？秦叔，那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房东。经过法医的鉴定，秦志成在3天前已经遇害了。你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你都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吗？案发当天晚上，你在哪里？当天晚上，我在家。我记得秦叔他喝醉酒回来，没带钥匙，然后在屋外大吵大闹的。然后其中一个房客叫人什么人浩吧。就一如往常下来给他开门。那你认为秦志成是一个怎样的人？秦叔哦，他人很好，他很照顾年轻人。他的房间很多都是租给刚出社会的年轻人，而且我的保险女顾客很多都是他介绍的。所以说，你跟秦志成常常有来往喽？哎，没有很长哦。其实那天晚上，我倒是有看到一个黑道老大去找他，而且两个人吵得还蛮激烈的。我有去催过。但不代表人是我杀的吧？那你知道有谁跟秦志成有什么交易来往的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秦志成啊，一定是跋输脚，欠人钱，去让做掉。他不止跟恁爸借钱，其他帮派也有借。我若无甲处理啊，哈哈哈，并不代表其他帮派袂甲处理哦。那你跟我说啊，案发当天晚上你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？跟谁在一起？迄暗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唔知影。我下晡就离开因家，因为我良心问有一个少年诶，出哩闹代志。哼，遐做警察咧，难道敢唔知影？哼哼哼。我是听说秦叔常常都会带一些女人回家啦。至于做什么，可能就要问跟他租房间的人哦。你听谁说的？小米，跟姐姐说，你那个晚上看到了什么？你不要怕，你跟我说你看到了什么。我妈妈。警察小姐，我觉得你们搞错了，我儿子他不会杀人的，不会的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叔叔要检查身体，叔叔会打我。小米，叔叔是谁？为什么要检查身体？树叶。这里显示，你跟秦志成租房间也不超3个月。如果你不是凶手，为什么偏偏在你入住后才出事？话不是这么说，你有证据吗？这是案发现场找到的，上面布满你的指纹。大人好，你要怎么解释？你若有证据，就将我抓起来；若无，下一个做掉就是你。我已经担袂负，要将恁这无路用的警察，一个一个做掉。林公，对唔对啊？
哥，这话不能这么乱说，钱不关我的事，真的不是我儿子的错，千错万错都是我做妈妈的错，请你放人后走吧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什么时候可以回家？干好，案发当天晚上你在哪里？树叶掉落的时候你做了什么？树叶。很好。树叶掉落。安静。干好，凶手就是你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继父强暴了你，而你的母亲却没有为你挺身而出，所以你一直怀恨在心，所以你把这些恨意都投射在秦叔身上，趁他喝醉酒的时候杀了他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些警察就是喜欢为难别人。妈妈当初应该救你的。我说我要离开这个鬼所在。以前我，你这个查某，我警告你哦，你上好是放我离开这个所在。政府给你们薪水，就是让你来浪费我们时间的吗？妈妈不好，让你进去这样对你。你这个查某，我警告你哦，紧将我放出去。我杀了，不说了。不是你们警察，你只有这么一点能耐吗？妈妈对不起你，都是妈妈的错，只会怀疑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。妈妈对不起你，安静，我害怕他离开我。安静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你上好是放我离开这个所在，紧将我放出去，不希望为难别人。你这个查某。全部都给我安静！你们继续这样闹下去，谁也离不开这里的。你们要离开，唯一的方法就是配合我，懂吗？告诉我，但好，你认不认罪？一，你说什么？一加五等于一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认不认罪？是你。你才是凶手。你好，你被怀疑涉及一桩谋杀案。在我问你问题之前，我要提醒你，你有权利保持沉默，但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据。你有能力聘请律师为你辩护，如果你没有能力聘请律师，政府会为你指派律师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我把树叶都染红。去年我回来，你们刚
穿新棉袍，今年我来看你们，你们变胖又变高，你们可记得吃梨和花边莲蓬，花少不愁没有颜色，我把树叶都染红。